苦瓜呢，我们很多家里，所以呢，早上来采摘它了。先蔬菜几条。苦瓜呢，用热水烫一下才可以，切碎的烫一下就可以。茄子我刚才也摘了。茄子呢？刚才洗过了，大概。这些是新鲜摘下来的。茄子呢，可以用这个雪糖袋子装起来，放在冰柜里面，冬天可以吃。这样子呢，一餐呢就够了。把那个皮呢按出来。这样一包了。西红柿呢也是一样，洗干净它一下。泥土的话呢，用这个纸擦一下干，或许晒一下，晾干它就可以，没有水分。速度快呢，用纸擦一下，或许晒一下也可以。现在太阳这么猛，然后呢，就用这个也是雪橙，他说可以防那个冷藏的。袋子装起来就可以了，如果有一点烂的呢就不要了，不要放进去，拿出来再冲一下就可以吃了，就做那个把那个气去掉。要一包了，苦瓜呢又用水烫一下，切碎烫一下才可以放在冰柜里面呢，也是这样打包的。我现在下次再做这个。